这个车呢看了一圈啊，我现在跟你说动力。这辆车它这么大一个车，配的是一台 1.5T 的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70匹，最大扭矩是260牛米啊，匹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。从它这套动力总成呢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这辆车并不是注重于动力的车型啊。可以看到这辆车，排量 1.5T 啊，然后整个车其实我觉得，怎么说呢？你要说它动力够吧，我觉得看你怎么开。如果你是一个相对驾驶比较佛系的驾驶员，那么这款车动力应该是能满足你的需求。但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啊，喜欢那种比较暴躁、比较激烈的驾驶，那这款车我觉得显然它肯定不是不合适，也不适合你的啊。然后这款车轮胎它其实也是一个固特异的这种静音胎啊，所以呢，它并不是像锐界那种注重操控的车型。注重操控动力啊，它呢更注重的我觉得应该是居家实用科技以及配置啊。这你看包括它那些上面都有，你看包括那个20项这些智行系统，就是它的最大特点。